给你们倒出来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是昨天刚开的新的一罐啊，新的一罐，看一下啊，真材实料啊，全部是真材实料，冲一个啊，坚果够多吧，坚果是不是特别多，冲一个啊，直接加入滚烫的开水啊，这款不用加冷水稀释，直接加入滚烫的开水就可以。29.8是给你们发一罐，然后赠一个杯，赠一个勺，然后你到手的话是三样啊，就是拍一发三的啊。看，冲好没？给它快速搅一下啊，快速再搅一下。冲的特别黏糊，就这样就冲好了。这是什么神仙吃法？太烫了，这样刚好中和一下。它坚果是40%的啊，你们冲的时候水温一定要高，一定要在95度以上就可以啊。